你小个王大哥，你在后边干什么？是不是？小个王大哥，你还在后边，你在后边看不到你，说你的脸在哪里都看不到你。所以说，小个王大哥干什么？绕前啊，就拼命的绕前，别让他接球，拼命的绕，拼命的往后挤啊，别让他接球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小个，哎呦，小个王大哥还在后边呢，这样肯定不行，也不能绕前，你绕前也没有用，绕前人家照样传球，是不是？我就拼命的去挤挤，往篮下挤，往篮下挤，拼命往下挤，别让他接着球，让他三秒违令。是不是？来，先做好这一点，来，跟着急。对，行行，你也可以行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可以。小个王大哥必须，这第一。第二呢，如果我绕圈之后，如果他反掉球怎么办？有队友过来，你过来，你看有我的队友，对，这是强侧嘛，有我的队友协防，明白？有我的队友过来协防，因为防守就是团队运动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大家相互帮，是不是？不要怕他反掉，明白？大胆绕圈就可以。小个王大哥必须这样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我绕圈之后，我该怎么防外线，就外线怎么防外线，以及让外线突哪边，以及我怎么夹击，我下节课给大家去讲。